陈其迈分身，旁观民众几乎两人腼腆笑容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本尊也用行动来认证，真的好像。当了好几个小时，人形立牌，陈其迈索性让分身代班合照。这么一喊，还真的有人上前拍照留念。陈其迈趁着空档到一旁喝水休息，两个人比一比，陈其迈和分身刘海都旁分，带着粗框眼镜加上笑起来的眯眯眼，相似度高。这个衣服是专程，专程穿过来的，最像的是什么？眼睛吧，还有吗？可能整个人的样子。 陈其迈分身走在高雄博二，路过民众忍不住多看几眼，而神似陈其迈的不止一人。网络流传九宫格，包括网红蓝奕明和蔡扎，乍看之下都和陈其迈撞脸。也难怪穿西装的分身出现在合照队伍中，旁观麦粉笑成一团，连陈其迈都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三立新闻涂永泉、邱少阳、汪玉文高雄报道。